正方主辩蔡永恩。正方第一副辩黄乔恩。正方第二副辩张亦玲。正方辩辩陈文慧。反方主辩陈龙仁恩。反方辩辩郑子慧。我哋好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高场赛事评分，佢哋分别系屯门公立中学中文辩论队教练戴成伦先生，香港大学粤语辩论队前队员佘朗燕先生。本场比赛分主辩、公辩、一副、二副、自由辩论及二辩共六个环节，发言时间系4334，公辩则为5方10分钟，自由辩论则为5方3分钟。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30秒由叮一响提示，到中不有叮两响提示，超时15秒则会重叮几下。详细赛规已发布于各参赛学校。我比赛期间出现任何问题，我同计时员会暂停比赛，交由三位评判经裁判区裁决。请问在座各位有冇异议？有嘅话，而家先请正方主辩发言，你有4分钟时间。主席、评判、有方同学，在座各位大家好。安理会全名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有责任维持国际和平安全。当国际间出现人道危机，就可以授权采取维和、制裁、军事等行动。安理会由5大常任理事国即中国、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组成，又称5常，会同10个非常任理事国行使职权。5常拥有1票否决权力，当5常之中有任何一个投否决票，就足以令决议否决。安理会看似壮勇庞大，然理想还理想，现实归现实。2011年叙利亚爆发内战，俄罗斯、中国运用10多次否决权，否决谴责、军事行动，甚至人道救援等决议。2021年，以色列空袭加沙，5常之1嘅美国否决要求以色列停火嘅决议，无独有偶，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俄罗斯否决谴责战争嘅决议。种种案例指出，现时1票否决权唔能有助维持国际安全，反而成为咗5常嘅政治工具。一票否决亦都容易随之出现。要衡量今日嘅辩题是否成立，就以视乎取消一票否决权能否拨乱反正，促进国际安全，令联合国得以长远发展。我方同意辩题原因有二：第一，回归到宗旨，挽回议会功能。安理会成立宗旨系维护国际安全，然而上述例子都显示，现时5常只要有议案违反其自身利益，就会用一票否决权，即使其余国家支持，议案亦只能被否决。一票否决权任由5常不顾国际安全的考虑，只顾政治的利益，违反安理会本愿及联合国的宗旨。这个意味着的是安理会功能失效，沦为政治工具。一票否决权取消后，就可以彻底扼杀5常滥权的机会，阻止5常以自身利益凌驾全球各国而否决议案，更可以在人道主义的前提下，安理会15个以多数票决的方式表决出议案，行使权力制止国际争端，挽回安理会功能，维护国际安全，而重夺公信力，得以长远发展。安理会功能失效，研究
在以自身利益廉价全球各国，并联合国全国建党，挽回其公信力，直接巩固呢个无可替代嘅协商平台，取得长远发展。最后想问下有方同学，当今日安理会功能失效，有边个组织同国家能够承担维护国际和平嘅职责咧？多谢各位。正方主辩发言时间为3分42秒，胡超生最后翻，现在有请法方主辩，你有10分钟时间，准备好即刻开始主辩。一位陈辩，在座各位大家好，刚刚听过有方主辩4分钟的发言，你们提出要取消安理会，但等等先。安理會的職能和大會有何分別？有方同學解釋，若果凡事都推上大會，要所有國家作討論表決，事實只是浪費時間，根本不合理。今日有方同學借題空談要取消否決權，舉出一堆例子，講國際形勢從幾十年前不同，以前否決權是最金萬死，懷疑根本，不妨先看看否決權創立的背景。1945年，二戰將近結束。聯合國成立，並通過成立安全理事會，賦予其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責任。而同年2月的金山會議中，就清楚表明中美英蘇法5個國家負有維護世界和平主要責任。而安理會行動應以大局一致為原則。換言之，常任理事國的否決權令安理會的表決程序成為一組受限定的多數表決。因此，要審視議題必須了解否決權呢一種表決模式，英國係對世界和平有咩影響，以至其存在是否更適合世界上各國嘅利益。換言之，今日嘅行動準則在於取消咗否決之後，能否公平地維持世界嘅和平同秩序。如我方反對議題，只有二：一、漠視多元聲音，製造議會不公。安理會中5個常任理事國作為意見性用國，由當日到今日都依然是世界極具影響力的大國，佢哋喺世界上面分別代表着不同地位、不同意識形態的陣營，而所同權設立並正提供空間俾各個陣營都可以作出反對聲音，而不因為多數權並不被強制被反對。正如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簡所指。唯有通過政治建和對話協商，才是解決安全威脅的正確做法。亦只有咁樣，才可以實踐積極的多邊主義。一定有方倡議取消否決權，但未有考慮之後的後果。冇咗否決權，就著一啲國際議題，安理會就會淪為由多數國獨斷的會議，屆時反而不利國際紛爭的調解。白俄羅斯駐聯合代表團指出，不試圖確認安理會難以達成共識的原因。亦只靠馬力限制否決權使用，正正只係引起咗多數決不公平。第二，大國無法孤就，阻礙世界和平。今日有方同學將否決權視為妖魔鬼怪，認為係不平等權嘅產物，但忽視咗其於維持人類上大價值，懷疑根本就係以冷戰時期為例，美蘇兩國就以不同以外行使否決權，有方淨係睇到濫用。但未有看到兩國通過政治手段解決衝突，避免物理戰爭的發生。正如前中國民聯常務委員趙樹理所指，常任理事國的否決的重要性是在於約行了各國大國之間的利益。若然沒有否決權，聯合國在西方國家佔多數情況下，只會在不公平的情況下觸發其他國家的利益，反而造成國勢惡化，破壞世界和平。廣州法律系商法教研室副教授李英嘅研究報告亦指出，否決權亦可以阻止某啲國家衝入政權。例如中國喺1998年有效阻止美國對伊拉克嘅衝突，今日一旦未有否決權，議會一面倒，又有邊個可以限制大國行為呢？最後想問下有方同學，如何確保取消否決權之後沒有法治質限制有權呢？4分02秒，發言有3次。
例如，依家嘅俄烏戰爭。
咗自己嘅，否決咗對自己不利嘅嗰個案例啦。再加上俄羅斯而家係一個國際性嘅憲制，都喺我哋會我哋會喺各個大會議嘅執行裏面。就係佢係呢個安理會嘅時候，佢用佢自己嘅一票否決。但係佢已經用其他方法解決咗問題，已經亦都係極憲制咗。但我哋依家見到嘅係，我哋依家係講緊安理會嘅否決權應唔應該取消？其他有方法講唔到佢啦。咁有方法咧，確保喺否決權上被廢除咗之後，就唔會成為壞老鼠啦。但係有方法冇，再方便話事結束，我哋多睇一睇，仲有三分鐘時間。准备好先，准备好先。两位大家好，十五眼睇今日有分同论点，已经矛盾咗。佢话无视多元声音，但系取消分同正正就系要重视个多元声音，唔会俾人唔会令议案一票否决啊嘛。再者今日有科咧，有份疑问就系、是，一俾俄罗斯否决议案，最后有通过，所以就冇问题。但有分同自己都识讲，系联合国大会通过。聯合大會和安理會有什麼分別啊？就是那個聯合國大會的權益是建議性質完全約束力的時候，相反安理會其實是有這個法律的約束力的時候，今天正正就是因為安理會一票否決，令到議案沒辦法通過，令到聯大令到今天先令淪為今天的局面。有分同有點擔心，大家擔心過地緣政治，但有分同其實知不知道現今非常有未試過兩年選一次，又根據不同的區域選出的时候，就为了防止这些事情发生，所以请有分我两制究竟怎样在两年每一次有根据不同区域的选出的时候， 又可以构成这么严重的政治地缘政治呢？其实今天有分同学不明白我理会的职责不紧要啊，我们见到的是呢1994年卢旺达种族大屠杀，当时联合国的行动很迟缓，短短100日就超过80万人被屠杀，活生生人道灾难近在眼前。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一句话总结，无办法阻止大屠杀，以致整个联合国的失败。联合国检讨事件之后，明确厘清楚安理会应尽的责任，即是当国际间出现战争、屠杀等人道危机的时候，联合国就应该采取行动，制裁、谴责，甚至军事行动介入争端，保护人民。现今半个世纪过去，在不常一票否决之下，面对我方主辩所提出的人道危机，安理会莫话是军事行动，而简单的制裁、谴责都难以推进。2021年最厄瓜多内战，安理会提出谴责、人道救援等决议，俄罗斯将国一共行使了10多次否决权，原因是在于俄罗斯同叙利亚系盟友关系，而中国则需要同叙利亚保持良好的关系。叙利亚局面僵持不下，最后更加演变成俄罗斯介入叙利亚战争。持续至今以巴冲突，安理会提出停火、谴责等决议，被美国一票否决达16次。原因是在于美国和以色列一直都是战略盟友关系，其实有分今日都承认世界我理会是要以世界利益为先的时候，这种种案例不是就是一个取消否决权的最大原因呢？最后想请问有分同学怎样避免不常因自身政治利益提出一票否决呢？多谢各位。好，第一副辩题时间为心感同情，但今天我退一萬步，如果俄羅斯被制
之後係會真係會退兵咧？正如中國聯合國大使副大使咁所講話，政治嘅呢啲嘅鬥爭應該係政治手段對話先至可以係解決到噶。如果只係一味嘅單邊制裁，只會將俄羅斯逼埋牆角，最尾佢滅無他事，甚至使用核子武器啊！講清楚，今日有方同學對安理會上美小國嘅手段有兩個理解。第一，佢哋唔理解安理會上美小國手段新嘅理念啦。上美小國分別代表著世界上種類唔同嘅太陽國家，例如中國代表著東南亞太平洋等國際發展嘅國家，英國就代表著英國國家、美洲國家，如此類推。有方同學睇唔到喺手段被廢除之後，國際間小民有嘅聲音。小民有國家的聲音就好被忽略，邊個國家民有多就掌握安理會的控制權啦。令有錢的大國為求目的不擇手段，又為聯合國唯有安放不斷放棄著意的多年協議和聯合國憲章。假如今日美國要在新加坡建立軍事基地，周邊的國家其實一直都反對將南海軍事化的，但基於美國的實力，在安理會投下反對票的，可能是覺得中國和印度支持軍器。國家大大多於反對嘅國家，令到南海嘅主權利益被侵佔。但係正正就係因為否決權嘅存在，中國就可以行使佢嘅否決權，為南海嘅國家發聲，防止南海被軍事化。第二，理解上合作上有美少女嘅背景，有乜同今日冇？其實我哋今日睇一睇數據啦，我哋南發現其實呢五個國家係現時世界核彈數量最多嘅。他們的軍事能力都是非常之強，在冷戰的時候，蘇聯和美國不斷提出將自己的國家加入聯合國，但在運用完一輪的否決權的鬥爭之後，雙方都覺得不可以這樣下去，於是勢不兩立的國家就坐下來傾，最後決定雙方提前各15個國家加入聯合國，雙方都不可以否決對方的決議。假如冷戰的時候沒有否決權的存在，兩個超級大的大國為了安理會拉幫結派，用盡一切的手法拉攏小國，務求對自己的獨立和一票，身為世界上最多國家的蘇聯，在見眼見美國新加入國家越多，自己民族一個都邀請加入，在走投無路之下，自己是可以發射兵器、發射核武器的，咁又點算呢？反方第一步驗證時間為3分17秒。反方第一副辩发言时间为3分16秒，有消息，发言时间有消息，请用于分组后开始。中
咁有冇諗過本身佢哋可以坐下一齊傾下，講下有咩人哋大家都識一齊玩，而家就搞到嗰四成嘅人白白得個坐姿，係唔係對佢哋公平？有冇尊重過佢哋嘅聲音呢？就放翻世界世界局勢，美國嘅霸權係咪一個現象問題呢？頭先有方同學話到美國否決出敘利亞嘅戰爭嘅議案，咁其實係咪一個美國霸權嘅象徵嘅件事咧？喺個五常國家入面，歐美都恃住佢哋擁有呢個西方普世價值嘅邏輯去主導呢個議會，佢哋都能夠就唔驚佢哋冇得否決權。但係有冇諗過中俄呢兩個所謂實社會主義嘅國家，佢都需要辦呢個嘅需要否決權咧？喺五常嘅會議入面，一啲嚴重衝突，一啲西方世界嚴重對我哋唔公平嘅一啲議案，係唔係我哋中俄都應該要把握呢一個嘅發言權去做最後嘅反抗咧？跟住我哋有點有同學話呢啲西方國家去攬，一啲國家去攬到否決權，但係有咩理由係攬到否決權？就係嗰個權利嘅問題咧。即係好似救護車咁，佢有人攬用佢，唔都係救護車出現嘅問題咩？我哋應該係限制佢，因為否決權有佢絕對嘅意義在。如果真係純粹係話取消否決權嘅利用，會唔會係太過簡單咧？多謝大家。反方利益方面，法院時間為分五十秒，之前無需扣分。現在進入自由辯論環節，雙方各有三分鐘發言時間，當某方發言時間用筆，本人會宣布另一方剩餘時間，該方可自由扣分一位或多位辯員發言，而每位辯員都必須在本環節發言，本環節結束時再行人次發言有辯員。我的陳頭級屬實的話，該議員所屬一方將被每位辯員扣除5分，請問雙方有無異議？若無，自由行動環節現在開始。请问是有方同学五常的利益和安利的功能是哪个？有方同学有没有想过，没有五个市场的美食国的首席权，那么现在认为分界世界上的事会不会更加有失误？有分同学两个都要带走烟方，做不到我方先问你要哪个啊嘛？有分同学就话拉我，但我方都提出了今日非常理想，有两个因为首先根据各个地区嚟进行的时候，拉我同学上起咧，唔该你帮忙问政策。唔该两个可以拉我。唔系，唔该你请个方向嘅政策，应该两个可以拉我。好，咁两年后拉我同学政策，佢点样系大国者，点样带我，点样帮你带？因為有方同學提出我話我講拉落，所以咪請有方同學正啱，同埋我方同學正啱，你方同學正啱。一路同我哋講拉落，咁就其實根本就係你講唔到佢哋點解唔會拉落啊？咁不如我哋講下你啱講嘅嘢啦。你我哋講啊，聯合國我哋睇翻佢嘅。咁我哋講係唔講會停講乜嘢咧？有方同學，請你唔好再回避我哋嘅問題啦。點解你哋應該要論證翻佢哋點解唔會拉攏？呢個係你哋嘅責任，唔係有方同學五常嘅利益，係唔係應該凌駕幫理會乃至全球各國之上咧？點解佢哋會拉攏係你哋嘅政策？你話唔會啊？從來都係你開論證，唔想再爭拗呢個問題，有可能你自己唔論證，即係自己都唔清楚咧。所以有班同學如何避免五常因自身利益提出一條方向？有班同學係我諗到乜嘢係利益咧？利益可以係指經濟上、和平上或者發展空間上邊，嗰五個大國全部代表咗五個非常之多嘅人口，非常之大嘅種意識，點解佢哋？嘅利益係佢哋應該係佢哋尊重啊，所以咪要討論咯，一雙人
真实，为什么要在一个讨论的空间里面去做一个方案最后出来，而不是纯粹就用一个 stone 消失了那么多岁的观念。现在不是讨论，而是一票否决。那我问你，你一票否决的议最后来自尼巴托的俄乌战争中的被否决的建议，他们重不重要？今天有方同学就说了，他们联合国的会议可以去制止一些俄乌战事的发生。那我就想说，明明俄乌战争都有个大会去通过了谴责，俄罗斯有没有真的跟到啊？就算本身有核武权，其实其他大国接近其他大国本身都可以有相互啦。但我而且我而家见到俄罗斯都唔听个谴责，咁有咩用啊？其实同学，我哋已经讲咗啦，安理会系呢个世界上唯一一个有制裁功能嘅机构，联合国大会佢只系建议嘅啫，有乜同学？是啊，我哋知道安理会系有实际嘅权力可以派出第六部队，但明明派有冇机会系派出第六部队，更加有可能佢哋冲突发生。但是他所以軍事行動只是最後一步，我們今天見到中央連制裁譴責都推進不到的時候，談何軍事行動，連問題都解決不到的時候，有不同要怎樣說？我們現在選擇經大會的通過的話，就能夠讓他去可能今天討論一些問題，討論現在的問題，如果聯合國大會成員有加工憲法的大會大會今天的國家所以剛才的方向正方向究竟是怎樣進行，但是也不是完全不理，所以我方我方制度完全就證明了，所以我方今天有不同的人講了，但我方都講到聯合國大會是沒有通用的，所以我看有不同了，恭喜你一個再一個怎樣長遠發展。譴責是沒有約束力，就算你在經過多年的譴責都沒有約束力，譴責可以製造輿論，向那個國家施壓，讓他們可以反思，譴責之後沒有效用，跟著再繼續制裁，你有沒有同我？但我們現在是譴責都做不到，因為被人否決了，那個大會不是做了嗎？你看看，沒有出現有什麼不好的，已經說了幾次，那我不再聽了，譴責製造輿論而已，你要製造輿論，大會也製造了輿論了，是有不同的嗎？好啊，製造了輿論了，所以之後下一步為制裁市民做不做不到做不到，所以再問一個，不要那麼跟著站站著，有可能到今天安理會都能失效，有誰組織可以承擔他的責任？有沒有說我不是失效的，我好像真的全部我都提到那麼多人不是失效的例子，所以我們要說我們是要透過，我們是應該透過討論去解決問題，你制裁單面制裁只會將俄羅斯逼埋牆邊，最後又反核突子的情況。若方同學，戰爭真的不是你想的這麼簡單，他背後入大國不想你說俄羅斯，他都要想起自己的民生或者經濟利益有沒有衝突，還有若方同學，安理會的功能失效，公信力下降，全部怎樣解決呢？現在俄羅斯大國家是俄羅斯人民的民心所向的，大家要用了其他的時間去重啟大國，這家要交生源首先我只有看看時間，我還要給太好了，我不會做到在各位男性的自由分學，不單止沒有結論，還是更加完全迴避了我方今天的問題。今天有分同學呢，覺得你說到那麼多，其實都是指著不常理，我們都知道，是這個位置。我們的時間已經用不自由，自由進行環節結束。我們的各位有沒有發現錯誤？發現錯誤是自由。
主席同各位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經過剛才一輪順暢時節，我想大家同一停留一下，當如有我所願，五十繼續擁有個全世界五二十秒。世界和平從來都毫無數人的願望，然而戰爭衝突從來都不會減少。當我們以為安理會可以拉近我們世界和平的努力，將以和平為目標而帶上安理會，往往換來的是權力被任由否決，維護和平所做的一切都無濟於事。所有回歸和平的簡單夢想都被一票破碎，這些事不是幻想，而是過去一條條鮮血的生命所堆砌出來的事實所反映的。比賽來到這裡，有不同天然的火力都積到安理會裡面的風格，肩負起世界和平的重任。十年前的敍利亞內戰時至今日局勢依然混亂，聯合國安理會多次提出要求停止軍事行動，譴責阿薩德政府等的決議，但無一幸免都被中國一一否決。內戰導致近500,000人死亡，數百萬人無家可歸，這一切都只是一票之差。今日有很多同學完全沒有進到領先陣營，看不到一票背後的世界，我方就見到當中國無一票否決權，敍利亞的人民可以有正常的生活，家庭不再地位，不再親眼目睹自己的親人慘死，不再收到家人先死的消息，生命不會永遠停留在戰火之中。縱觀全場，今日我方同友方有三大分歧點。第一，對安理會功能理解不同，有個同學認為聯合國安理會是為現實而存在，美名條約為現實利益不受侵犯，但我們回歸理性，我方認為安理會是為全球國家和平、安全、全球互相而存在，作為世界性的協商平台，國與國之間的溝通橋梁，所考慮的是全世界國家以為國際安全，而不是有個同學所講保障現實利益，從而能國際安全。的是有關同學不是現實，對於否決權使用情況理解不同。今日我方一直強調否決權被濫用，我方主辯一意附英國國多個例子，以律政五常濫用。有關同學則不明白，認為其濫用情況輕微，只需輕微改善，不使取消否決權，只見樹木不見樹林。回歸理性，當我方見到一票否決權被嚴重濫用，聯合國對國際的不和平無能為力。通常力太高的時候，一票否決就是阻礙了聯合國的正常運作。第三，取消否決權的作用，有同學今日對取消一票否決權的作用不清楚，對其成效存疑。首先，我們見到安理會譴責俄羅斯非法吞併的決議，得到10個理事國的贊成，4票棄權，有一票俄羅斯的否決票，而俄國未能通過。在座各位，安理會因為五常一票否決，面對戰爭譴責的權。都未能通過，足以讓國內之後的工作呢？當我們取消一票否決之後，期望世界戰爭突然平息，聯合國不能再是對戰爭無能為力，安理會都能不停反顧，恢復秩序，對戰爭不再只是存在旁觀。當然，聯合國最後會重新發揮工作，就要在座各位同學。